好，希撇，你哋要估下南家过大你嘅礼宾套装，清洗一部一匹冷气机，一套咁靓嘅洗手间胶片，呢三样嘢边样系最贵，边样系最平咧？最后有最着数啦啊！即系过大礼啱啱嗰啲，我知你冇做，你有做我就唔出呢啲问题啦。你认为最贵就过大礼，最平就男女厕所胶板，点解咧？因为过大礼咧，咁嘅人即系结婚咧，就系一生人一次啦。咁咧，唔系，即系我觉得如果唔甩，你几时甩咧？结婚应该俾人甩，但系呢个咧，因为一般都系嗰啲 size， 我觉得电脑画噶喎。但系电脑已经普及啦嘛，喺香港嚟简单，所以我觉得简单应该最平。胶系好，佢答得几好嘅，答得好，但未必中啱嗰只，因为你都同佢唔同。首先啦。冷氣機咧，其實家家户都有噶啦。呢個我明啦。咁啊，因為洗冷氣嗰啲咧，通常啊人工貴啊嘛，哇又要抬上嚟，我哋用血肉之軀去抬落嚟喎，幾辛苦啊！好似我哋流曬大汗。係啊，我哋血肉之軀去跳先收錢。仲要剝螺絲，又要幾多工程啊？嗰啲係人工貴，所以咧洗冷氣非常貴，擺第一位。点解唔换部新嘅呢？一匹嚟嘅，一匹都要钱噶嘛。咁你咁贵，我一匹冇使。我谂一匹都要起码都要3000蚊啦。一匹3000蚊，唔使啩？唔使啩？要啊！第一个系咩啊？开头你冷气机嘅啫，开头谂住冷气机，咁我谂就谂头先我点啊？如果贵，我做咩唔换个部啫？唔系个个都要换噶嘛？只悭识俭啊嘛！但你而家用咗咁多钱，佢洗完搬翻上去，哇又贵喎！唔系啊，咁咪换个部啦，将部买买夜冷帽，每年洗一次。买夜冷帽都有做咧，几无聊。每年洗一次啊，系保养嘅，保养部机噶，即系等部机唔坏。唔好理你啦，你唔好理我。我大咧点解？首先我好同意啊朱茵嘅讲法，即系结婚，如果呢样唔系经常发生啊。系啦，即系你等几耐啊？咪咯，系咯，你谂下，你谂下，你谂下，嗰条友挨几耐，我哋先一齐啊，同我先一齐咁样死埋，系啦，你谂下，系咯，即系所以咧就系好多时候你即系你做生意都知道，即系咩时候咧，譬如大家都知嘅，系冷气机咪，佢一定唔会好贵，但又唔会平到个胶片，因为胶片嗰啲 mass production， 即系大量生产嘅，喂，佢电脑话明，电脑拣噶。揀款喎，電腦你唔使錢嘅，即係買咗之後，各有各諗法啦嚇。哦，呢個又唔同啦，又過大禮係最貴啦。嗯，你嘅睇法係點解過大禮最貴？我諗習俗啦，同埋呢個係心意嚟嘅。所有唔同喎，膠片最貴喎。係啊，係點解咧？點解？因為咧，我覺得其實呢三樣嘢咧，基本上唔會爭好多錢咯。啱，你中咗啦。洗冷氣最近我啱先洗完，我知道都幾平嘅。睇答案，我嚟許片。答案就是過大禮套裝是最貴，而最平的咧就是清洗冷氣機噃。好，關淑怡係啱咗嘅。